云娟，你对我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？天祥，你是个好人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照顾我和我的儿子，我非常感谢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可靠？ 是可以依赖的，天祥。如果一个女人嫁给你，这是她一辈子的幸福。可是，谢谢。天祥，我有一句话一定要说清楚。你说。我不会再嫁人了。 敏娟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我知道。那可是你刚才说，我是可以。因为你不了解我。不，敏娟，这么多年在一块儿，我觉得我很了解你的。真的，你很温柔、善良、贤淑，而且你又有责任心，又有爱心。你把萱萱一直当亲生女儿对待，而且一直在照顾我。在我心里。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我以我的难言之隐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。看来是我刘天祥不够好吧？不，不是你不够好，是我以后你会明白的，明君。 花我已经买回来了，也送出去了，那也收回来不到了。来，明娟，拿着吧，就当刚才的话我没说过。明娟，如果。 你就有一个爸爸。天祥，想不到你竟然会向我求婚。我，你确实是好男人，只可惜，在我的心中只有少华一个人。我不能答应嫁给你。不行，不能再这样说下去了。